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提到江苏，相信小伙伴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是南京市了吧。南京不仅是一座著名旅游城市，更是一座经济体量高达万亿元的万亿级城市。江苏省除了南京以外，其实还有两座万亿级城市，分别是苏州市和无锡市。这两座城市也是先后崛起的经济大市，在经济上甚至有些赶超南京的趋势。据了解，继无锡之后，江苏省或许将崛起第四座万亿级城市。如果崛起，江苏省将成为我国唯一一个拥有四座万亿级城市的大省，而经济总量将彻底超越广东。相信有的小伙伴已经知道了，这座即将崛起的城市便是南通市了。这座城市位于江苏长江三角洲的北翼，分别与上海、苏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接壤，并且集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优势于一身，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。有着这样的优势，南通市在经济发展上一路高歌，仅在今年上半年就以近4500亿元的经济稳居了全省第四的位置。若在下半年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态势，南通便有很大的希望突破万亿经济，成为在江苏省继无锡之后的第四个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。除了在经济上的发展之外，南通市在文化和历史上也是有着不俗实力的。这里不仅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，还创办了第一座民间博物院等7个第一，因此这座城市有着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美誉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这些地方进行参观哦。对于这样一座城市，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